季节变换，时冷时热的时候，生老公那是一个个着凉。所以只要天气稍微有些冷，生老公常常轻抚着哥哥的背，关切地问他：衣服是不是太薄？你冷不冷？而且他还随时注意给哥哥增添衣物，那种仔细周到，就像母亲当年照顾他们一样。